带您看到最美丽的光影瀑布就在屏东。大金瀑布是当地知名的游戏景点，屏东县政府结合山林瀑布，以四大主题展区呈现出不同于一般灯会的梦幻光影。就在今天，屏东县长周春米他亲自出席点灯仪式，艺人温胜豪也惊喜现身。磅礴水流倾泻而下，搭配不同光影变化，超级梦幻。七彩蝴蝶围绕池中，还有花瓣随着波纹跳舞。不止瀑布晚上能欣赏，一旁的健行步道也处处有惊喜。里面有动物，猫头鹰、穿山甲、台湾黑熊，各种动物穿梭山林，每个角落都能有新发现。屏东奇幻大金以四大主题打造光影沉浸体验，25号晚间由屏东县长周春米亲自点灯。暖男艺人温胜豪也惊喜现身活动，和县长一起开箱。对，我是高树的子弟，我也想看我父母亲这个曾经约会的地方，如果他们没有来这地方，也许就没有我的出现，所以我很感恩这个地方。大金瀑布本来就是屏北高树地区知名的游憩景点，屏东县政府特别结合山林瀑布，打造不同于大城市的灯会体验。这次我们透过灯、透过水、透过光，把这个大金瀑布，大家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，跟以前不一样。白天有白天的美，夜晚有夜晚的灯，梦幻的光影瀑布和各式灯饰造景，要让民众停下匆忙脚步，慢慢感受。谢屏东综合报道。